阿奎，阿爸，哎呀，哎呦，哎，委屈你了啊！没有，这儿有这儿的规矩。原本以为到老友家来做客，没想到你整的跟收监入狱一样。干咱们这行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这可都是跟你学的呀。哎呦，哎，当初就是因为我太毛糙、太鲁莽。 才落到今天这么一个有家不能回的地步，啊！来里边请。哎，好好看看我这宅子啊，宝贝们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忙啊！啊，知道我不好这口，又整这个。今天来谈正事儿的，谈完再说吧，啊。 还是那么无趣，对，谈正事儿，宝贝们，下去吧。嗯，来，请坐。哎，不错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啊，山清水秀，空气清新啊，重要的是，易守难攻，啊，品味儿棒，好。阿坤啊，你知道吗？ 当初为了拿这块地建这个园子，我可没少花钱呀。嗯，哎，要我说呀，你也别住外面了，搬过来跟我一起住，咱哥俩好好叙叙旧。住你这儿啊？嗯。我看算了。你这是防着我呢，还是嫌弃我呀？啊？不是，我这。 我看你过这个娇贵奢华的生活，然后每天除了左拥右抱，要不然就是躺着数钞票。你这种生活，那是会刺激我的。哎呀，阿坤，要说前两年吧，确实你躺在这儿就有大把的钞票进来。嗯，可是这两年，不好说呀。 禁毒形势越来越紧，这警察们呢，上天入地想抓我们，尤其是国内，立足都难。这点你比我清楚，不然你不会过来找我的，对吧？要说呀，我这两年的生意不如以前，但是老子手上掌握了一个不小的销售网，还不至于让他们搞死。 我现在啊，最大的问题就是货源，优质而稳定的货源。<笑>这次你能来找我，哎呀，真是天助我也呀！<笑>以后，嗯，你负责生产，我来销售，这个地界就是咱们哥俩的了。哎，以后啊，也给你整这么一个园子。 就在我隔壁，咱哥俩天天一起数钱。<笑>这不是来了吗？啊，不过以后还得靠你照应了啊！哎，这什么话呀？共同照应，共同发财。<笑>阿爸，说真的，啊，我真的挺佩服你的啊。 这7年前逃出来的时候啊，我还一直派人找你，但是都没消息。可是没想到这7年的时间里面，你不但活下来了，而且活得阳光灿烂。更让我羡慕的是，还有那么一大份产业啊！哎，朴道先生，我能采访你一下吗？啊，这个，能分享一下你对成功的经验？ 来说说说说说说，哎，
我在你这儿有什么经验可谈啊？不过是活明白了。其实啊，你比我明白的早。阿宽，做咱们这行的啊，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：好人，你是没戏了。既然选择做坏人，那咱就坏到底。那我给你做生意，是不是得加倍小心？不用不用不用，完全不用。我们彼此彼此啊。论城府呢，我不如你，但是论斗狠。我怕怕，一个人啊，一个人的活法啊。我觉得咱们两个呀，就是两个极端。要说能成大事的人呢，要么就是我这样的人，要么就是你这样的人。来，请。这一路顺利吗？一切顺利。好，好，好。来了，那我们看看货。我有问题。你他娘的没搞错吧？应该没错。你亲自验一下。别动！老王、老三，别动！怎么回事？带着枪来的。看来你是早有预谋啊，阿坤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给我整来一吨的冰糖，是他娘的什么意思？不可能！冰糖，你自己看。刀子哥，阿宽，那你现在告诉我，这是冰毒啊，还是冰糖啊？没错，是冰糖。好，是条汉子，敢做敢当。
可是我明明发的是遗传的 BH99 啊！装什么傻呢？这事儿应该问你啊！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你最清楚。阿爸，你觉得我在你的地盘上当着你的面给了你一吨冰糖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我这不是在找死吗？老三，把枪放下。 奎叔，把枪放下！放下！阿爸，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一定给你个交代。漂亮话都会说，但是今天这事实在是不漂亮啊！你总得给我个交代吧。 一周之内，一吨真正的 BH99， 我一刻不少的交到你手上，绝不误你的事儿。一周之内能到货？必到。走。阿坤，就这么走了？ 怎么回事啊，奎叔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发誓，我从下了船那刻起，就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。我跟您这么多年了，您应该最了解我，事儿不可能出在我手里。那遗传的冰毒会变成冰糖了。告诉我，究竟怎么回事？奎叔。 我也不会出在国内。阿吉装的船，阿龙运的货，那段时间您又不在，金少又刚刚当了家，这哪个环节都有可能出现问题。